阿牛，走。哎。脚下葡萄藤，手中青竹竿。请问小姑娘，你是哪家的神仙？在李老头的询问下，刘三姐讲述了自己以山歌为武器与恶霸地主做斗争，却被其陷害落水的不幸经历。你是刘三姐？当李老头和阿牛欣喜地认出刘三姐的身份后，极力挽留她居住在自己家中。穿身小能安身，老汉不是卖落人，孟婆在心上人呀，嘿嘿，老汉叫他压三更。谢谢你老人家的好心。来来来，看看我们的小船。阿牛，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。老伯，他是？哦，他是我的儿子，他叫阿牛。阿牛哥。憨直腼腆的阿牛因为刘三姐的到来，掩饰不住自己内心的兴奋之情，一个猛子扎到了江中去捉鱼。在和谐欢悦的背景音乐下，轻轻传来刘三姐戏谑而略带羞涩的内心歌声。摇头摆尾江中游，直到